对于我来说，海洋水就是生命所以我觉得在对于每一个人类来说，去保护海洋都是自己应尽的一个责任。在生活当中，我最担忧的海洋的污染，其实就是一些人类的原油的泄漏我觉得这个对海洋的生态的破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保护海洋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减少塑料的运用，希望和佩纳海一起为保护海洋做出贡献。